知道有那么多的文化，但事实上确实就像我现在有二十几种。
在筛选国家的过程里面去探索。那但是我们从去年上路的新课纲，我们也看到说，因为学习历程占非常大的比例，过半嘛，或者是说标准没有什么标准答案，都是看你曾经去过哪里，结合有什么不同文化的人，做出什么样的创造，就类似我们农社节、青年农村这样子的活动，忽然之间变成升学最主要来看这个。所以说这个补习班就都不是关在大家关在房间里面，补习班就是带大家去农村啊。接下来可能小猫的工作和补习班都会出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就是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疫情得到控制，那二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的制度，然后以及我们对于青年的这个生涯的想象，在最近几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青年来领航这个社会，而不是说好像社会一定要灌输这个东西给青年去就是复制。那所以从领航代替复制的这个想法，就让我们现在农村的机会就是尽可能的去跟青年结合，尽可能去让青年去指出农村未来的方向，不是只是说让他来做一些这个秘书的工作、写计划的工作、对象工作等等的这些机器就可以做的事情嘛。这个如果就是还有这种就是重复对象门号等等的这些事情的话，我知道这个在网络上有很多像那个什么地方创城的人们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粉丝也在讨论这样子的议题。那这个部分我们在中央尽可能去把它简化，让大家的时间可以更花在去说什么呢，就是跨时代的连接上面。所以我想在地的这种文化跟社会大众连接的一个方式，就是去把本来的这个文化对老一辈有记忆、有温度，那些你看到的东西会有感情，但是呢去问新一辈说你要怎么样子用一个更，或者我们现在网络上的迷因啊，然后让新一辈的，好比像说最近就有一个很好的日本的例子，就是就算年纪很轻，没有看过吉卜力工作室的动画的很多小孩子，也因为这个最近吉卜力工作室开放出了他们的很多的这个授权嘛，那所以说他们就突然之间变成透过二创、透过同人、透过混搭、透过迷因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重新认识这些当年吉卜力工作室曾经感动过比较就是年纪大的这一辈的这些作品。那所以其实这个例子虽然是外国的例子，但是就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你只要愿意把你的素材开放出来，然后去说，哎，当你二创、你混搭我的作品的时候，我不是去告你，我不是主张说我的著作财产权、知识财产权等等，而是说我感谢你，因为你把我带到好像这个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带到一个我不熟悉的一群人、不熟悉的一个土地上，但是在那边又重新生出来，然后重新产生出意义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实时跟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我们要分享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有一个那个美食，就是哦，原来事情也这样子，就这样子做。那我看今天的这个展区有很多都是在这种所谓社会创新，就是众人之事，众人之事，这些大家都关心的事情，但是总是有人可以想出一个全新的方法来做。所以我们分享给国外的时候，我们分享就是这个方法，而不一定是做出来的这个服务或者这个产品，因为服务或者产品它毕竟还是需要市场才能够销售，那这个是比较花时间，但是一个创新的概念一下子就可以扩散到全世界去，它扩散的能力是特别强的。那这个也是要靠我们的青年朋友们来担任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我们是在这个不管是农委会也好，在行政院也好，我们办理社会创新的行动方案有八个字嘛，就是我们政府是全力支持，绝不主导，不会变成说这个因为我们的参与，然后我们青年们就变成国营企业。是附近别的证券的做法，不是我们的做法。我们是希望越辅导者，大家能够越 self sustain， 就是越有趣，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那有十一个朋友问说，对于农村与科技的结合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当然有一部分就是我刚才讲，就是说当青年从农的时候，如果他发现说，哎，他的时间很多是花在感觉上比较重复的工作上的话，那他就算一时有一点热情，还是很难持久。那人要有热情，还是要对其他的人，就是说是花大部分的时间在互动、在交流等等上面，这样子这个热情才能够变成一个长期的细水长流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说有很多先进的科技，好比像说像无人机，无人机大家本来以前觉得是说，哎，它是表演用途，好比像说觉得放烟火很浪费，不一定很环保，那所以放烟火改成了无人机放，现在这个是国际的趋势，台湾也做得很好。可是呢，我们也不可能每天天天放烟火，那所以不放烟火之后，无人机到底要去哪里？那所以后来他们就发现说，哎，它可以用来做农业的用途，好比像说无人机喷喷，就是在台湾已经越来越成熟的这样子一个技术。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为了导入科技而导入科技，而是说去看说大家在工作上面有哪一些在做事情是觉得自己很像机器人或者很像工具人的那些地方，然后我们就再次去设计那个植物的流程，然后呢把这样子一个工作的流程里面融
让我们的部分，就是它的输入键跟它输出键，还有一些中间不需要跟人互动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大家在做的时候，就是自己比较不舒服的时候。那我们以前都是说什么不合理的叫做磨练啊，什么之类的，有一套讲法啊，就是要大家这个去吃苦啊，耐劳什么的。那但是事实上，就是机器人真的比我们都吃苦耐劳啊。那所以就是说，这是他们的专长，应该是给机器人去做，也让他们有点舞台发挥的机会。那所以这样子的话，青年的角色就变成不是来就是担负完全吃苦耐劳的角色，而是他运用他的巧思去帮忙训练出一批更吃苦耐劳的机器学徒，然后去把老人家的这个智慧啊、经验里面文化的部分，透过人来传承。哎，他工作程序的部分，很大部分可以透过机器来传承的。所以，我们像这样子的一个分流，也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我的工作都被机器抢走。没有，你的工作里面，只要是跟人相处的部分，就绝对不会被机器抢走。但反过来讲，人也不用像机器一样，一直做一些重复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在未来，就是前瞻2.0里面，特别是数位建设的这个计划，我们现在投入了非常多的经费。我们可以看到，本来的就是很多实体的，就是公路啊、铁路啊等等这些建设，现在慢慢都移到网络这边来，就是因为我们发现说，这次疫情也提醒我们说，其实以前大家觉得说见面才三分情嘛，视讯真的最多只有2分情。那而且如果视讯直播哈，这个稍微抽隔一下，声音跟它坏掉一下，麦克风怎么样，可能倒扣一分钱也是有的。那但是呢，我们现在见面呢，因为要戴口罩嘛，群聚的时候要戴口罩，所以见面呢三分钱也退到2分钱了，这个也是真的。所以大家要练习用眼睛微笑。那但是透过视讯的话，反而不需要戴口罩。那而且现在视讯真的是很方便啊，而且透过像刚刚讲到的无人机、360路况等等这种技术。戴上之后，真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所以，这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接下来我觉得可以带给我们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共同在场。那一旦到达了这个共同在场的情况下，就算他只是就是来这边可能玩个一天，或者开个会住个一天等等，你在他所住宿的那个旅社啊、民宿啊、饭店啊等等里面，只要你有 VR 的设备或者是一些投影的设备，现在这些都很便宜了。就可以很容易的让他及时的去跟在地所有的这些农村的朋友们进行互动，而且也学到关于这些文化的知识，他就不会觉得好像只是一个过客，他会觉得说啊，在这边我找到一个新的文化，从这个文化也看到一部分的自己。那我觉得这样子建立连接的工作，在未来我们是特别值得投资的。那有一个概念叫做越偏向越先进，就是说现在最面在运用这些资源的地方，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我们5G的那个竞标又多了很大的名气，因为那个竞标的制度和设计就是希望说让这些大的连线公司不要只是把他们4G的基地台把它增上5G的速度，而是说要到现在比较没有在用4G的地方，那很多地方就是在农村或者是在他们特别需要什么呢，就是教育，就是园区的学习，或者是医疗，就是园区的健康。因为在台湾学习跟健康这两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打折扣的，就是并不能是说，哎，好像这个国家税收多一点或少一点，我们的教育就多做一点或少做一点，没有这种事情，那这个是基本权啊。那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会在特别就是这些地方去率先的使用五 G。那这个时候就不会像都市里面五 G 是就不就大幅，因为如果没有五 G， 那你是有光纤啊、有 WiFi 啊这些东西，在其他的就是这些地方本来并没有那么好的在运用就是数位的学习跟健康资源的地方，我们可以反而率先去。就是做到我们在场的部分，所以不管是园区的侦查，甚至未来园区的手术，或者是园区的教学，或者园区的共学等等，共同创造等等，这些都是在接下来4年我们的前瞻2.0里面，花了非常多时间来做的一件事情。那有13位朋友问说，对于老龄化的社区哦，来如何协助，这是非常好的问题。确实，就是说对于长者来讲，其实他并不缺智慧跟经验。如果有一个机器学徒，整天可以去听他的这个，就是而且是以他的语言啊，不是说一定要他去讲的那个，这样就是说以他或者讲 Python 啊，就是以他的语言，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指导机器学徒要怎么样好好的照顾这块土地啊、这个环境等等。其实很多的长辈是非常有想法，也非常有行动力，那只是说他的可能是实际出门的这个能力、身体上面的这些状况。那不过当然这个也有像外国。这种真的也是另外一种机器人嘛，但是不过我们今天不是为父母讲，所以有些会讲外国的。那但是就是说他们在家里，那透过这样子机器学徒的这种
协助，或者是透过现在其实很多长辈用钱买来，这个是比我们还要熟悉的，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个是他们进入网络世界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透过 LINE 的对话机器人啊，透过 LINE 上面各种各样加持的功能啊，很多长辈就会觉得说，很自然嘛，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本来就是应该像一来一往的，有点像聊天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现在甚至连这种合成长辈图啊，然后以及看得懂长辈图啊，等等的这种 AI 啊，都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就说我们可以有一个转译者的一个功能了、啊，就像之前也是有一家民生公共互联网的这个计划，那曾经办过一个资料应用的竞赛，那他们就是在第一次办这个竞赛的时候，就是最高的名次的获奖者，就是把就是政府的一些政令宣导啊，或者甚至是从气象局那边来的一些这个空气品质啊或什么样子、啊，那当然最近热上台也是很红，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要中暑等等。但是我们写这些新闻稿或者是气象局来的这些就比较冰冰冷冷的数据啊，对长辈来讲没有什么温度，那所以他们的作品就是把它合成，就是不管是这个 PTT 上面乡民的一句话的好友啊，那或者是说长辈图，或者是所有这些，就是让人看到之后会觉得有感觉的这些图片啊，或者创意，那我想在场也非常多高手在做这方面的事情。那之后我想要讲的就是说，接下来其实政府就不是只是追求 KPI， 不是只是追求我们自己要达成什么，而是我们追求 API。那 API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全部都公开出来，而且开放大家运用这个去做二次的创造。所以说，不管是像什么天边泡泡手啊，还是什么之类的，那我们会自己有做一些推波的这些 app 嘛。那之前常常被讲说，就是什么互动性可能有点不足等等，我都看那个就是 app 商店里面的那种评论。那所以我的具体的分享就是说，但是最近比较重视这些，都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的时候，如果可以多用一些这种互动的方式去提醒大家，多学科学的重要性等等。那而且还有最近不是有一个大猫鼠的奉茶的那个 app 嘛，他就找了我当代言人，而且没有问过我，因为我的照片也是就是完全公开出去，让小编随便用，所以他们就合成了一个唐凤，然后再弄一个茶，然后叫做唐凤茶，然后再弄一个奉茶 app 的 logo， 叫做唐凤茶。所以这以后就是看到唐凤就会想到奉茶，已经有一个那种自动连接。对，那这个还蛮有用的，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说，自从他们推出这个唐凤茶这个甜品之后，如果他把这个 app 叫做什么全碳加水战机饮水机尖尾毒列表啊，这个没有人会下载，也不会有人去用。那就是因为它变成一种像精灵宝可梦那样子一种大地游戏，就是你去打卡啊，去怎么样之后，它还可以兑换点数，那你连续50天，然后集了这些金币啊等等，那其实就是要大家尽可能用自己的水。尽可能不要用模特品，跟他一开始不是跟你说这是为了这个，他只是好像跟游戏一样去请你玩，那完了之后他就真的体验到台湾这个奉茶的文化，这也是我们很独特的文化。所以说有些所谓的加水站，他真的还是就是一个大的茶壶放在那边，可能他是一个特色的茶庄，可能他在卖一些国外的农品或者是果酱什么之类的，那这些他的社会意义就透过这种大的游戏慢慢就进入他的生活里面，那他也可以推荐给朋友等等。那当然奉茶如果你连续玩个2个月，那大部分的行为心理学家都告诉我们说，只要连续2个月玩一个游戏，不知不觉它就变成了生活的习惯，所以你出门就会带水，就不会再去买宝特瓶了。那所以你就完成这样子一个 theory of change， 就是去改变大家的社会的理论。那所以这种就是叫社会创新嘛，我们这个创新是为了改变社会人跟人之间讨论的话题、组织的方法以及一起解决的这种环境议题，但是是用这种好玩的开放二创这样子的方式来救大家一起来玩，而不是各做各的，然后彼此之间好像没有联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请很多长辈一起来玩，而且一起来具体给我们一些批评指教，然后让这种奉茶的文化就是在长辈的心里一定有比我们丰富的很多内容，所以就是可以透过很多访谈啊一些执行的方式去把这些长辈的经验变成了我们下一辈又可以因此而得到滋润啊，但很多的这样子一种。网络上面传播的这样一种故事。有时候朋友想要问说，想要请问政委说，对于未来台湾社会创新的发展的想象是什么？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想在这边，不是很可爱的柴犬，对不起，虽然但是这个也是一个社会创新，也是很重要的，对，但是很好。我们在讲社会创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一张图，这张图就是说我们。
循环经济，如果大家不太记得的话，最近有本书叫《甜甜圈经济学》，所以你可以记成甜甜圈经济啊。那总之就是一个环形的经济了。那这个其实在我们传统工业化的那个时代，确实是有种两难的这种情况，就是说你要发展经济的时候，那环境会不会受到威胁？那环境这个如果要保护的话，经济会不会受到影响？常常就是大家在讨论的事情。那在接下来也有网络科技出现了，可是科技呢，在一方面很创新的发展，可是后面呢会不会导致社会变成不平等，或者是说大家因为各自都盯着自己的手机，社会关系变得薄弱？就是说我们发展创新的时候，怎么样不要牺牲社会的连接？这个也是大家常常在辩论的这个话题。那所以中间如果没有创新的话，好像永远就像是一种比较零度的这种感觉哦。那当然我们辛苦的我们的常任王冠就是中间这个绳子啊，就是几乎被断掉，要确保两边彼此能够看得到一次，然后还要起到媒合的功能，这个压力非常的大。但是后来呢，我们就发现说，原来社会创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经常用关键这个几个八个字，那就可以去这个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好。那八个字呢，就是你行你来啊，不行我来啊，这么简单。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中间一定会有朋友跳出来说，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也没有那么复杂，我也有一个更新的办法可以去想。那这是我的办公室，另外有三段就是叫 PUM， 就是社会创新实验中心。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本来呢就是空军总部。那空军总部大家都知道，杰斐斯也嘛，围墙非常高，而且呢在地基上还找得到，完全是百慕大三角洲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但是呢，后来呢，因为在文化部跟经济部的合作努力之下，我们就把墙整个拆掉了，现在就变成建国花市跟玉山旁边的一个新的公园，就是大森林公园隔壁又多了一个新的公园，任何人都可以跑来。而且呢，每个人一踏入这个地方，都会觉得自己变得非常有创意。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的 PUM 二，它的公共艺术呢，是很多喜欢二朋友们来就是绘制的。那我们知道说，像我看到世界上随便什么东西啊，我在脑里面就会很自然的去浮出各种各样子的文字啊、数字啊、概念啊、公式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因为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了解这个世界。但是喜欢二朋友们呢，他不管年纪多大，很多都是用拓扑的，用几。用触类旁通的方法，有点像梵谷这样子的画家的方法来认识这个世界。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不用特别训练，他们就是画出他们眼中看到的世界。我们一旦踏入他们眼中的世界，我们自然就变得比较有创造力。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社会创新。实际上，其他三个字就是社会创新，因为那用这三个字以前是用一些别的字，那些别的字给人的感觉并不好嘛。但是其他三个字你一听到就很开心。就是很憨厚的那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就算是一个字眼的改变，也可以导致社会创新的一个出现。那当然在社会创新实验中心，因为有时候就会很有灵感嘛。好像这个是布拉格的那个市长哦，对，那个Stanley Kramer， 那他之前来社会创新实验中心玩，然后也带着他的局处首长，这些都是一级局处首长，但是看起来都不到35岁哦，所以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小男人。那所以他们一看到之后就这个灵感就出现了，然后他们就拿了永续发展目标的牌子，本来要拍照的，那摄影师手还没有举起来，他就已经爬架上面去了。可见就是说，这个也是往更高的维度思考。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爬过，我们也不知道在上面到底可不可以放人呢。那还好就是这个很坚固，不然的话就要变外交事件了。总之，我们的意思是说，每次有一个新的概念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先去想说他是要做怎么样子的互相的拔河或者权衡，我们可以先给他一段时间，然后去好比像说像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这个之前有来台湾，然后呢就坐了这几辆看起来就很像外星人的这种无人车过来，那这些无人车到底要做什么呢？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那但是我就说好吧，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开你的这个无人车，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它的硬体、它的软体、它的资料都必须要抛弃掉政府财产权，让我们在地的朋友自己把它重新组合成我们需要的那个样子。那这个叫做 appropriate technology， 就是恰当的去运用科技，不是我们的社会要因为科技而调整而攻击，而是说科技放在这边，好像一个就是很大的这样子一个支持的社群一起进来看，说这个科技到底可以对我们做什么事情，好的部分我们留着，不好的部分我们不要用。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叫做数位啊，这跟以前的所谓的资讯或资通讯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数位我们 DigiPlus 今年已经要第5年了。
方的这样一个方案，那它的重点不是只是去数位化，去把本来在纸上的东西变成是放在屏幕上的。如果你看，我还是在用这支笔嘛，所以大家的使用习惯不用改变，是机器来配合你的使用习惯。那而是说，不是只是 digitization， 不是只是把它电子化而已，而是说，创新 innovation 在这边找到新的做法，高分能词。治理，大家一起来进来，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就是讨论说，到底这样子的事情到底可以对我们带来怎么样子的帮助？以及最重要的就是 inclusion 啊，就是涵容，就是去把各种各样子的利害关系，它可能会被这个科技所影响，那就把人邀进来，然后说，你行你来啊。那所以在建国花市啊，就是这个附近的建国花市，就有很多朋友他路过建国花市的时候，因为他远远就会看到我们社创中心嘛，有些人就会跑过来，然后就记得说，有一对这个老夫妇曾经来过我们社创中心，然后看到我就刚好站在这个旁边，然后他就问我们手上还提着一些兰花什么的，就是刚买的东西，然后就问说，政委啊，这个你在这边跟这个购物车啊，在这边做什么？为什么你门口要摆购物车啊？那我就尝试跟他解释说，这个不是购物车，是你坐上去，你告诉他你要到哪里，他就会帮你载到那边去。这个叫做无人自驾车啊，是一个新的科技。然后他说，这个我在电视上看过了，但是这前面看起来就是一个像菜篮嘛，你让我放放看嘛。那时候他就把那个画放进去，那个还好也没有垮掉，所以他是真的可以当菜篮用嘛。然后他就解释说，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一个车，就是他比较矮，看起来没有什么威胁性，不是像那个卡车啊什么看起来就很可怕，对不对？所以他觉得说，这个呢，因为他们自己并不是没有车。但是他在建国花市里面的时候，当然不可能开车嘛。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说，如果这个菜篮能够跟着他走，他一面买花的时候，一面就往旁边放。那而且他们在电视上还看到过说，这个有叫做车队嘛 ，platooning， 就是说这个满了的时候，他可以往后退一步，然后呢再叫一台过来，然后呢他旁边就跟着好几个小跟班了，然后他就可以从头到尾 hands free shopping，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就是拿重的东西呢有点吃力。那当然他也可以先放在他开始的摊位，可他将最后还得记得要走回去的时候就忘记了，这样造成困扰等等，这些都是长者很实际的，每天都会碰到这个状况嘛。那所以他就问说，我们可不可以改一下？因为我觉得这边只有一个眼睛这个看起来就是不是很亲和力，那等等。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这就是 inclusion， 就是可能会用得到的人，他一起进来，然后我们就说好啊，那你行你来啊。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跟旁边北科大的同学一起把这个车就改成了比较可爱的样子啊。那而且呢，这个LED 灯这两只眼睛后面其实是没有摄影机了，摄影机在它上面，所以其实不是当眼睛用的，但是它可以告诉旁边的人说我正在跟着谁，所以实际上这是社会沟通用的。然后它要可以看得懂人的手势，要能够看得懂人的表情，然后呢要能够就是有点像是就是从这个野狼然后慢慢驯养成狗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要把科技驯养成整个社会能够接受这个样子，然后呢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愿意他们来走入我们的生活。那这些 MIT 的朋友们呢也很惊讶，他们后来还发了一篇论文，应该是在 Nature 上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他们透过像这样子的实际的调查去问说，这样子的无人车，如果你就是你要挡住某一个人嘛，因为建国花市很挤，你要挡住某个人先让谁过的时候，那你想要先让怎么样的人过，因为他开始可以辨认人了嘛。那所以呢我们在台湾这边呢跟在日本一样，就是说我们一定是先礼让长者，就是长辈他看起来是年纪很大，我们一定先礼让他们通过，那接下来呢才是可能就是坐轮椅的朋友啊，怀孕的妇女啊等等啊，这些朋友就是老弱妇孺啊，是按照这个顺序嘛。那但是呢他们在波士顿在 MIT 做同样的调查，回去台湾调查的时候是反过来的顺序，所有人都说当然应该先让小孩子过啊，然后长辈根本没有人去想到。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 social norm， 有不同的社会常规，有不同的伦理规范，我们如果只是把技术科技引进这个社会的话，很容易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把它开始的那个作者所在的地方的社会规范一并给植入我们这边，跟我们社会规范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共创的这样的过程的话，那就很容易变成所谓的 disruptive innovation， 扰乱式的创新。那所以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是不拔河的。那我们的做法反而是反过来，就是用创新去连接，可能左边是社会的价值，右边是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那像现在所谓公司治理3.0嘛，企业也要照顾到所有的这些价值，
那怎么样把社会价值跟企业价值连接起来呢？大家可能知道，我在四年前刚入股的时候，我把我们的亚洲西谷的这个方案中间加了一个点，变成亚洲点西谷，亚洲连接西谷。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亚洲扶持西谷的那一方，而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来担当任亚洲跟西谷中间的这个连接点。那当然现在发现非常的成功。那同样的，后来我接下社会企业的这个行动方案的时候，我也在中间把它加了一个点嘛。那那个点就是创新，就是你可以透过创新去连接社会跟企业，不是说让企业把社会部门吃掉，也不是说让社会部门去take over 所有企业的治理，这两个还不太可能发生。但在这个中间有一些创新，简单来讲就是有17个不同的创新的可能性，而这17个因为是2015年全球的朋友们讨论过，就是大家都有一致的价值，不管你的政体是什么，你的文化是什么之类的，大家都同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在我们登出的时候应该要比我们登入的时候要来得好。那这个就是永续的价值，就是我们要传到下一代的这个世界，要比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要比我们出生的时候要来得好，不然的话，我们这一代人就没有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后来就发现，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语言、哪个文化，都同意这一点。不过这也很合理，因为不同意这一点的文化根本不会留到今天啊。那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说这个是普世的一个价值了，叫做永续发展。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透过这17个永续发展目标，去把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各种各样子的价值都向彼此留出交代。所以自从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发展之后，我们的大学的 USR 每一支 USR 都扣合到这些很具体的永续发展目标，我们的上市柜公司的公司治理的报告每一个也都扣合到这些永续发展目标，我们包含农社企在内的所有社会创新的事业啊、组织啊等等，也都必须尽可能的每一年来提出说到底我们在这17个目标里面做了怎么样子的贡献。所以这就好像17个不同的颜色一样，然后在这里面中间的第17个就是我穿衣服基本上就只穿黑白灰，然后跟第17个的颜色就是蓝染的那个深定色嘛。那这样子的颜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可能有不同的立场，但是其实我们只要好好的彼此对话，一定可以找得出共同的价值。那这个就叫促进目标实践的伙伴关系。所以这就是我对未来台湾社会创新发展的想象，就是我们在台湾是多元的文化，而且不断有外来的文化来过来，但是每次来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把它含容进来，继续找到共同的价值，而不是变成好像撕裂这个社会的这样子一种二分的法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就是说，从对决到对话了，大概就是对台湾社会创新发展的一个想象啊。有13位朋友们问说，对于农村的老龄化、生产力降低，农地种电、种房子、种工厂，那对于刚才看到农村再生成果展啊，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善农村生活、活化农村啊？有怎么样的看法？这是非常棒的问题。等我一下，我先喝点水。确实，就是并不是说你在一个成果展看到了一个东西，你就可以搬回去你的农村使用。这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在传播的其实是哦，原来也可以有这样的伙伴关系的这样子一个点子，是这样一个创意。但是因为每个地方它的人口结构不同，它的生产要素不同，所以说当然不可能说你看到别的地方的一个模式之后，那个模式就可以在你的家乡突然之间就复制起来啊，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做不管是农村也好，其他地方的社区的总体营造的朋友都知道说，所谓的蹲点嘛，那个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至少大概要三年的时间，那通常4-5年是跑不掉，就是你要先进入那个地方的社会脉络里面，让大家觉得说哦，你确实是用在地的朋友的角度来看世界，但是这个过程之中你也没有迷失自己，你还是你本来的那个初衷还在啊，所以就是说你在心里面要有一部分可以所谓选美一边站，就是说帮在地的所有的势力都能够了解到为什么从他们的角度看起来会变成这样子，但是你自己一开始进来那一边也并没有丧失嘛，你还是可以从你本来进入这个地方的那一个面目去看。那所以这3-4年的时间的这个功夫，最重要的就是说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不管是在线上支持你，还是在近端支持你。但是总之呢，如果是一个人自己要去熬那3-4年哦，其实是熬不过的。
非常困难。那但是如果就算只有两三个朋友志同道合，觉得说，哎，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很爆肝啊，或者是说，这个快要受不了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并不是什么都好像我自己肩上扛着，有人能够来帮忙分担啊，就是把我肩上的重担可以稍微分出去一下。那甚至当人变多的时候，也还会变成一种好像很饱满的这种感觉的时候，那这样子就是从就是所谓的吃苦跟吃苦啊，这种好像都是要自己扛。那变成是说，哎，是一个社群、一个伙伴的这样子一个关系。那所以我觉得，像今天的这样再生成果展，最大的目的并不是说特定的产品、特定的服务、特定的发展指标，你立刻就可以拿回去搬用，而是说你就可以看到说，哎，你并不孤独，在全台湾有很多人在一起想同样的事情。那这是你的 community， 等于是你的族人嘛，来做这样子的工作的一些朋友。那这样子的话，之后你随时觉得说，哎，那有什么事情好像自己解决不了，有什么事情好像没有办法沟通，有什么事情这个觉得说好像这个为什么在我脑里想的那么清楚，但是别人好像完全听不懂，等等这种转移的困难发生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想到说，哎，我上次在这个再生成果展碰到一堆人，那这些人呢，好像之前碰到过的问题，跟我碰到的问题蛮像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哎，那我就是去找谁就对了。所以在这里其实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它的产出，而不是特定的产品跟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展到实际投入去改善农村生活、活化农村，不管你现在心里想的是哪一个农村，大概都还有三四年左右的这个距离。那我想这个也是社会创新可贵之处，因为在这三四年里面，你就会发现说，不是只有你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改变者。很多人就是本来你看起来觉得比较守旧，或者觉得比较官僚，或者觉得怎么样，哎，其实他们内心也是觉得说，哎，如果是有这样子一个新的机会出现的话，其实他们也很想提出改变。我们的刚刚讲的那个什么奉茶啊，什么总统杯、黑客松里面的很多的这种创意啊，热伤害、自动推波啊什么，其实都是就是专业的承认文官提出来的。他们在之前其实没有这样子一个机会说，哎，可以把一份提案书交给社会部门的朋友，然后用社会部门的这个角度提出来。那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如果这个三个月嘛，我们总统杯、黑客松三个月的这个过程里面，如果到最后失败了，那他可以说，哦，我只是参加黑客松啊，而且这本书可以请公家，他只是请公家参与一个黑客松活动而已，所以这个没有成功，那没有关系啊，大家都有所学习嘛。但是如果他最后做出来，哎，真的是很有效果，这个改变理论真的发挥作用，那总统亲自颁奖，那颁奖的这个讲座底下还有个投影机，你一打开就会投影出总统颁奖给你，承诺说你这三个月做的事情，在未来十二个月之后就会变成国家政策哦，那你就获得了一个什么呢？神助牌。所以就说之后回去，不管是地方要跟中央协商，中央要跨部会协商，再把那个奖杯这个投影一打开啊，投影出小鹰来啊，那这个就会很顺利。然后所以把各种各样子的协商，就因此变成是说可以帮常人事务官降低他的风险，然后减低他平时好像自己必须要扛的那种那么多的这样子的一种就是重复性的工作，那在就是降低风险又减低重复性工作，就是节省时间的过程里面，哎，时不时的又冒出一些让他能够跟社会结合的这些新的方法，而且是总统来保证嘛。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说，可能从你的角度来看，常任文官或地方的公务员等等，好像没有那么重新，但有的时候是他们是在等你营造出那样一个创新的环境，然后你就会有一天收到一个就是写满了标楷体的这样子一个企划书，这个很多的这个科长层级的公务员抽屉里面都有很多标楷体的企划书，就是在过去可能不管是因为预算或者是因为人事或因为什么样的关系，他的那个理想并没有实现，那所以很多在就是实际第一线的很多社区营造工作者都了解说，哎，其实这些反而才是就是实际上这个社会的脉络，它其实这个公务员能力也有一份，并不是他外面看起来的那么好像是就是不敢创新。不过我想这个农委会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啊，农委会是非常非常创新的一个部会，而且在我们这个四大圈里面是唯一一个这个超前部署，就是事实上是一个经常性的这样子一个农游圈的一个系统，然后去把它运用成为农游圈的这个做法来使用。所以有这样子一个经常性的创新的平台，有一个新的想法，不管是今天是要兰花还是要什么别的农产品，就忽然之间就可以没有成本的按一个键就做出那个产品的券了，那这个就是创新体系嘛。那有像吉州这样的朋友在推动这样的创新体系，也是让我们我觉得非常安心的一件事情。
有七位朋友们想要问说，目前的农生企啊，那很多都还是这个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是合作社的一个形态。之前呢，我们确实已经推动了公司法的这个修正，那是不是闭锁型公司的体制跟营运呢，比较适合农村产业的特性啊？基本上我先介绍一下，就是这位朋友在讲的事情。我们知道，股份有限公司是一股一票嘛，谁出的钱多，谁的票就多嘛，这个大家应该很了解。那合作社不是嘛？合作社是一人一票嘛，就是说，就算你这个社员你的股金比别人多十倍，那你投票的时候还是只有一票，跟我们民主选举的时候是一样的。那所以呢，尤其是生产端的这样子一个合作社呢，它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是主席，这个这三年来做的不好的话，那大家一人一票就把它换掉，就不会产生公司治理的什么危机啊。而是说这个，反正他做不好就换掉嘛。那他连选择连任，那所以就他如果做得很好，那你就继续护他，继续做下去，当然临时主席就好。所以其实就是说，不管是储蓄互助社的传统、原住民族劳动合作社的传统，我们包含像这个货币社啊那等等在内的社区合作社的传统，那这个的概念就是说，不会有人好像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当他资本积累到一个程度，股金比别人都多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就好像只照顾自己的利益，忽略大家的利益。这个在股份有限公司有时候就是会出现，那但是呢，在这个合作社的情况之下呢，是不会出现，因为他如果敢这样子做，那最多过两年多就把它换掉就好了。那所以这个是让他比较安心的、比较有趣的这样子的方式。那什么是闭锁型公司呢？就是说他可以去约定说，不管我多少股，但是呢，每个人都只算一票，等于他在公司的章程里面可以模拟成一个合作社。或者是说，他可以在公司的章程里面模拟说，哎，我这个公司虽然说大部分是投资人的钱，他们也会分润出去，但是呢，当真的在投票的时候呢，哎，我的法人股东就是这个社区发展协会，他有否决权，所以说不管我外面的股东提什么，哎，我这个协会都可以一票把它否决掉，也是有人的章程写成这样。或者是说，这个协会他劳务出资虽然只占一股。但是这股投票的时候呢，算100万票。那这样子，不管你再怎么样子去募资，那这个情况下，你的股东是可以分回钱没有错。但是呢，还是由这个社区发展协会或者这些朋友们来控制住这家公司。那这个也有一些在台湾的社会企业是用这样的方法在运作。不过呢，现在的好处就是不需要是闭锁型公司。之前2015年的时候，闭锁型公司是自行约定章程，但是呢，后来再后面的一次的公司法修法，我们在2018年开始，只要是没有上市发行的公司，都可以用章程来自行约定这样子的特别股、这样子的表决权。所以确实，如果你现在是一个社区发展协会，你正在想成立一个合作社，我们合作事业接下来也是会有一个中长程计划，我还是很推荐大家了解合作社。你不管最后是不是合作社形态，了解合作社总没有错。但是确实，现在你现在也可以选一个新的做法，就是一些没有公开发行的股份有限公司，不需要是闭锁型公司。然后你去参考我们社会创新平台上面的例子，协会用法人股东的身份来牢牢控制住这家公司的章程，让它的使命跟你协会的使命扣合，它的控制权在你的协会的手上。而且这样子下来，你不管增资多少轮，那这个公司都还是这个协会的附庸。以前都是公司大的开个基金会嘛什么，那现在呢是反过来。是由社会部门来控制这个经济部门的发展，那这个也是我在跟日本的朋友分享的时候，都是强调说，跟他们提出的概念叫做社会4.0工业，对不起，社会5.0工业4.0。那工业4.0大家都知道呢，是这些技术、智能技术在这就是产业上面的应用。但是社会呢，已经从4.0跳到5.0了，就表示是由社会来决定科技发展的方向，而不是由科技来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精彩分享，谢谢您。我们稍后就请郑伟先回座休息一下，我们待会会有摄影师帮大家拍一张大合照哦。